哇塞，来到潮州怎么可能没有找我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嘛。可以说猪脚那是我们最高的尊重哎。对，哦，真的吗？我们一般人不送的。苍蝇啊，苍蝇上面有人，有污秽之气。对，画面会太满。刚刚我们掉了，我们掉，我们掉。组长，插不了话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唱歌，可是我们寄出一单曲 EP。哦，哪一首歌？鼓掌！鼓掌！鼓掌啊！啊，鼓掌的话，你问他你的歌。那感冒又是谁？对，我最近出的歌是吧？感冒又是谁？那今天我们第一站，蛇丸愿意跟我们分享他不曾在自己频道分享过的一些故事。咱谈丢掉吗？丢！还有怀疑吗？有哦。今天屏东的开场，我们的大来宾是蛇丸。终于轮到他了。好，我跟你讲，私底下我在跟库上对的时候，他一直猜到来宾已经是谁，所以呢，我们等等会先把蛇丸的助理迪卡先 Q 出来，然后我们骗库上说那个是很爱演的团员胡椒。哦，他一定认不出来。看库上到底什么时候才发现，他一定会很尴尬，因为他对胡椒可能完全不了解。Q 库上来，好，赶快去，我们去迎接啊。好好好 ，OK OK OK。哎，老刘，巡逻车走到了屏东，来，我们来到屏东潮州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在地的来宾跟你一起。哇塞！鼓掌，等一下，我先跟你讲，你知道蛇丸之前是一个团体出来的吗？很爱演啊。好，那你知道有另外两个人吗？哦，牛排跟那个胡椒。哦，胡椒，对 对，牛排胡椒。那如果是他们的，你这样会不会很失礼？哦，来欢迎我们的来宾。鼓掌，鼓掌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九王大饼。鼓掌刚一直以为是蛇丸，然后我先跟他讲是谁了。你是蛇丸吗？啊，这样子，我好尴尬。那我先走。对对对，好，拜拜，因为我比较喜欢。故障，你知道吗？胡椒的频道有一个东西跟我们很像，它的内容都是跟家人比较有关系啊。对，而且椒妈做菜超厉害，前阵子登上那个美国厨神那个节目，对对对，他妈还去做哎、欸，台湾菜，真的假的？我们做台湾菜，让大家知道台湾其实有很多的在地小吃很好吃，像我们做炒板条啊，客家小炒，因为我们是客家人。啊，对对哦，哈港人啦，传出哈港人啊，哈港人啊，会讲会讲哦。这年轻人会讲客家话，这不简单。对对对，有的时候采访的时候一讲出客家话，哇，那老人家像捡到钱一样很开心。对对对，哇，你也是客家人。像鼓掌刚来，对，真的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胡椒 OK 了，我们可以表明身份了。鼓掌他其实不是胡椒。我欢迎我们的大来宾。哇！鼓掌，哎，来到潮州怎么可能没有找我？对不对？你一来我就感觉到了那种强大气场进来。哎呦，总算跟你见到面了哈。跟我们焦哥聊怎么样？我们已经表明身份了。表明身份啊！跟我助理聊。他叫迪卡，他是蛇丸的助理。你看，哎，这我们的这一次来到屏东，怎么请得到他呢？哎，我平常就很喜欢鼓掌啊，我都有订阅你的频道。你上次参加明星那个运动会的时候，他整个趴在地上，我好心疼。哇，那四年前了啦。你停留在太久之前了吧？新的在最近的。我想说，最近三年来我都没有跌倒、啊，奇怪哎。而且姑丈，我跟你讲，蛇丸今天要跟我们拍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几点？现在一点了嘛。嗯。他一大早八点就起来整理服装跟梳化。八点哎、欸。我们平常没有准备妆发的哦，真的、啊。没准备、啊。我衣服啊，我今天拆新的过来。哦，你这个衣服都哪里买的？可以买这么大件？不是我自己出的啦，我自己出的品牌，自己品牌，自己品牌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嘛。哦，是哦。我们平常都是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好朋友。哦哦哦，对，可以说猪脚那是我们最高的尊重哎。对，哦，真的吗？我们一般人不送的。苍蝇啊，苍蝇上面有人，有那个猴形来，那个感觉不对。对污秽之气。对，画面会太满。刚刚我们掉了，我们掉，我们掉。组长，插不了话，对不对？不止插不了话，他还一直往往那边走，太奇怪了。我们什么？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。刚刚定位是在这里，在这边啊。对啊，接近的感觉，我感觉我电影更近啊，那种心的距离就越短。哦，对，唱的人那里应该也比较短。哎，猜到了是不是？鼓掌。你知道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人不一样啊。
每个人不一样，每个人不一样，试过都说好。啊，就是现在都没有人试过。姑丈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蛇丸在这几年会受到那么多的粉丝跟观众喜欢，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前期我不得不说，是因为吃东西很疗愈。对对对，好、哦嗯，我之前看他吃一只烤鸡而已，是烤鸡哦，你会觉得跟这为什么这烤鸡看他吃这么好吃啊？尤其鸡屁股。整只鸡最精华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想说是鸡腿，错，这鸡屁股就那一块。你鸡腿、鸡翅都有两个，嗯，鸡屁股只有一个。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对、哦，是哈、哦。我都会把鸡屁股留给我最重要的人，像是我阿公跟我同桌吃饭，嗯，鸡屁股夹起来就给他。对，我们家的鸡屁股就是留给那个位高权重最大的那一个人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有一个阿伯、嗯、爸爸就是这样子啊，嗯、每一次有鸡肉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鸡屁股就自己吃了，然后把所有鸡腿、鸡胸什么就给小孩子吃。哦那后来爸爸有一天要挂的时候，他们小孩子认为说爸爸喜欢吃鸡屁股，对，就去收集很多鸡屁股到病房前面给他吃。你说我不是很爱吃鸡屁股的，我只是把其他的让给你们吃而已。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好笑吗？不笑。你笑那么久了，那么久，好笑吗？这个情绪当下来。不当。我们整个花了五分钟炒热气氛啊，你只花了五十秒，降到谷底。刚蛇丸讲到鸡屁股嘛，我跟你讲哦，蛇丸跟家人相处的非常的融洽，他对于阿公再怎么样忙，都还是会帮阿公买饭，对，十点半八公买饭嘛，嗯，这一种事情我们一定要亲力亲为，是是是，老人家要的不是说吃多好，对对，给他多少钱，嗯嗯，要是什么一个感觉，嗯，一个你陪伴的 feel， 对不对？对，看他也是孝顺的小孩，对对。但是我没有用尿养豆芽菜。你还有看啦、啊、你也是蛮会吃的呢。当下看我就觉得说少见多怪，我们乡下地方后花园啊、欸、阿公每天尿嘛都撒一撒，对不 对, 對地瓜叶拔一拔洗洗照吃啊，对，甜嘛，对，有糖尿病啊。看一下。刚刚我们骗你说低咖是胡椒的时候、嗯，他一出场，你是不是傻眼？我傻眼，因为我对胡椒就没有那么印象。那你那时候有想说你要怎么接下去吗？我好想说你们赶快把那个 YT 赶快拿给我看一下。确定是不是这个人？鼓掌！你一直回我说啊，你要喂，大家看怎么收尾啊？他不知道要怎么回，他慌了、欸。我慌了，但是我表现的还不错啊。对啊，我还跟他哈拉了很久啊。但因为蛇丸子太容易让人家辨识到了，对，人家大口较容易看到。哎呀，阿哥好笑，天生有观众缘。就是从小到大就喜欢讲这种干话。小时候大家的想法比较简单，你要么运动很厉害，你要么长得特别帅，那要么就是你讲话要很好笑。对，我觉得我前两样啊都没有，那我只能专精第三样。我从小就开始训练自己，讲话要好笑，要幽默，对不对？坐到趴地上这样子，我就大家哈哈大笑都 OK。就是变成要牺牲自己去取悦大众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别人的快乐就是我快乐，把欢乐带给大家，对，悲伤留给自己，自己吞，对，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。哎、还破音呢、欸啊？我们不会唱歌，可是我们自己出一单曲 EP。哦哦哦哦，姑丈一定有听过啦，这么红，来，对啊，一定听过，哪一首歌？两句。Oh no！ 姑丈，姑丈，姑丈啊！啊，不然的话你问他你的歌。那感冒又一次。我最近出的歌是吧？感冒又一次。那今天我们第一站，蛇丸愿意跟我们分享他不曾在自己频道分享过的一些故事。嗯、你看，蛇丸是带给大家欢乐嘛、嗯？他在搞笑背后藏了多少的心酸，没讲过的哦，在他自己频道没讲过的哦。因为我对频道的坚持就是，我希望影片都是快乐，快乐。对，背后的事情呢、啊，我可能就选择不讲，对，默默自己承受。对，这样够有诚意吧？拢好你啦，好去啦，拢去啦，拢好你啦。哎呦，咱谈标对吗？对。